In here, it's awesome. In Canada, no, everybody's locked up. China locked Taiwan out and it's fucked over the world.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家具。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各行各业有没有被现在的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吧。走 ，Let's go。那你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工作当然是有啊。年后就是有规定都要戴口罩，也都会量体温。影响很大哦，大概差了四成到五成左右。四成到五成。平常来客数大概一天大概20位左右，20位左右，20、25这样子。所以这样平均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直接砍半这样。砍半是。Hey, sir, where are you from? Canada. In here, it's awesome. Awesome. Yeah, there's hardly anything going on here. We can walk around the cities, and in Canada, no, everybody's locked up. How about your family in Canada? My family in Canada, they're at home. They can't leave.No, I'm not going back. Why? Why? I wasn't planning on going back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place is awesom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WHO?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Taiwan in the first place. I think that China really blocked Taiwan out and it's fucked over the world. 哦，这次其实外送也变多了，至少多了天大概有300个人应征吧。哇，就会怕说我会不会被谁传染？是因为外送也变多，失业的人变多了。你说你现在本来平常一天差不多这样子外送的时数跟客人要多少？减少很多，至少减少一半了。大概有几组？大概少了，大概变20几组客人而已。我们目前是还好，因为我们主要做的生意是市场的生意，然后就是摊贩啊，对，所以我们对观光客来说应该还好。学生，你在哪一间大学？辅大。哦，那你们学校对防疫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吗？哦，梅花座吧。担心这个疫情在学校蔓延开来，因为现在有些大学都传出了疫情。觉得还好。都有没有打工？有。那你做什么工作？听。现在有什么防疫的措施吗？排队要间隔吧。然后大家对于就是卫生方面也是会比较在意，比如说进门消毒啊、场地消毒，或者是大家运动时候戴口罩，他们都会在意。上课结束的时候会做一次消毒，然后学员们进来的时候会做手部的消毒，还有测量体温这样。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们都会用酒精把那个桌子都擦一擦。对，就是这样都会开始做。对，车上都有酒精。哦，车上都会配酒精。都有酒精。哦，我们一般都是一定会戴口罩嘛，然后客人下车以后。大概喷一下酒精消毒一下。学校有管制出入口测体温，我吗？我回家就换衣服，然后洗手，就是会变很常洗手。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打工？我之前有在补习班工作，就是会变比较严格，要量体温，就是管制变比较多这样子。基本上出门的话，一定会先去消毒洗手，而且回去就一定要赶快回去，赶紧洗澡消毒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不知道接触到什么客人，所以说你们剧组里面都会有做这些。对，有防疫小队，每天都量体温，然后都要给我们那个耳套，就是自己收在自己的夹链袋里面，然后就是每天量。是政府还不错啊，政府有补助啊。哦，政府怎么补助？政府补助就是4月份开始，每个月补助2000块的油钱，开始可以申请一个月1万块钱的补助，3个月。所以这个对你们讲还是有帮助哦，帮助很大，帮助很大。马来西亚现在疫情怎么样？疫情很严重，怎么说？就已经5000多人了。那他们有没有很担心你在台湾？没有，反而是你担心他们在马来西亚。对。那现在大家都待在家里？对，都在待在家，就是不能出门。等下出门的话，只可以一个人出，一架车只一个人出。对我来说，台湾比越南好一点。台湾你们都用的又好，所以你去哪里他们都知道，但是在越南他们都不知道。有人病了，但是在越南你们不知道。我就觉得在台湾的你们在这边很好啊。那美国现在的疫情状况？很糟糕啊，很可怕。我觉得美国历史上是这个是最多人没有工作。所以很糟糕，所以很多人在从家里会上班，但是很多人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人上课，所以所有的小孩都在家里，所以很多父母觉得怎么去上班，因为需要照顾孩子。自己家长说不要回去，你应该留在台湾，台湾比较安全。好的，没错，现在真的是看起来是各行各业真的都有被影响到，对不对？对，没错，所以我们真的要共体时间，要一起努力撑过这次疫情哦。好了，喜欢订阅、按赞、加分享，下次见，拜拜。